梁大大精神支柱。方向，旗帜就是形象。伟大旗帜指引我们人民军队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我们前进在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上，迎着春天的朝阳，揭开历史新的篇章。火红的八一军旗下，伴随着我军革命化、现代化、正规化建设的前进步伐，一大批新世纪的英模人物茁壮成长。
在边陲建工业，干将热血化清泉的模范团长李国安，赤胆忠心为人民不畏强暴斗歹徒的见义勇为英雄战士徐洪刚，驾机能击长空，操舰敢闯大洋的优秀舰长柏耀平，钻研军事高科技献身国防现代化的优秀试飞员邹延龄，立足基层练兵着眼未来打赢的科技练兵好战士李洪涛，以身许国扎根大漠国防科研勇攀高峰的青年科技专家邹立鹏，用忠诚托起使命以行动实践理想的党的优秀理论工作者许志功，被群众誉为护法勇士机智多谋建奇功的人民的忠诚卫士方鸿霄，在党的阳光照耀下，我们这支人民军队英雄辈出，这就是文明之师的风采，这就是威武之师的雄壮。让我们紧密的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，为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，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。向前，向前，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。请全体起立，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。演唱会到此结束，祝首长和同志们晚安。